吃两个派大星。第一回吃这个玩意儿，啥味儿啊？有点咸咸鲜鲜的。就是有点咸鲜口，没有其他的怪物，没有其他的那个味道。加点蒜泥看看。行吧，哇，它这里面这个纹路是这个样子的。还挺鲜的，这个当装饰品特别好看。完整的还行。